欢迎本人回家。打开客厅所有的。小事。打开窗帘。没问题。打开空气净化器。好的。小爱同学。对。明天我要去临沂，那边温度如何？应该穿什么衣服？临沂明天22度到29度，温度适宜，可以穿衬衫配牛仔裤，百搭又轻便。继续拖地。